会打鸟啊！神翼龙，必躲！好可怜哦！哪里有石头？哪里有石头？哪里有石头？哇，飞好远哦！要怎么射？要两只到底？很烦呢。还在战斗中啊，要再打一架吗？对，不隔弹，我等下去中央营地。明明靠得这么近，突然打起来是哪想？开马咯，骷髅头，骷髅头，对，真吗？断尾啊！骷髅头，那你看，一直钻，一直出，一直钻，一直出。哦，尾巴。哦，钻进去了。那怎么是去那里？哎，那边哎，走他。哦，臭脚猫，臭脚猫！哎，放个 D
地雷就好了，放个地雷就好了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哦，好，一个爆冲。可以去救杰克了。没有，可是我是探索，可是应该是不能救。哦，你是在找古龙足迹啊？没有，那个，双翼风飘龙。探索你就探索发出救难镜啊，我们就可以进去了。哦，可以吗？等一下，我们还在结算。啊，我们要把它进去了，不然会那个。三个当大地的当脚了，三个大龙玉，中了一下，也有两个毒珠。风扇有时候没有动尾，我就会给，有时候还是会给尾巴。云魔珠，用是敌珠二，叫你要玩个啦，多雷迪啦。啊！怎么是你？啊！你可以发了。天地黄体龙两次。哎呦，那个，我们不好意思，我们要。没有了。反正之后还会有了。他说现在不能使用啊，是因为我在战斗关系吗？没有吧？战斗不是也可以发？我发不出去。不然就是看你要不要回来喽。打到一半了有没有？我觉得应该是打的差不多了。好、啊，那你就加油啊！卡键滑手机。这本有卖多多绿耶、欸、有啊，啊甜到不行，我现在知道，明天要买个多多梅子绿。不过人就好多，我什么东西要二，那手机要走，不过不敢给龙人票据啊！敢不敢给一张龙人票券啊？哦，好好好吗？是红色的那个蒸汽越更少啊！不知道那个触发它不是黄不是黄橘红吗？最后一个阶段的好好慢。金之龙人票券给一张啦，敢不敢啦？拿过票券的吗？没有，我是爆掉的时候拿过一张啊。
平常根本拿不到、啊。要红色咯，崩炸啦！宋凯毅打不开给高卷啦，就是金凯毅。拿地瓜不开吃。啊！看来是猫了。好嘞，爆掉了耶！看来是猫了。死亡椅子。那我们去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瓜喽！哎耶，什么都没有。感谢。慢慢一个一个清啊，毒药尿一个，屠杀龙，
怎么还看他很正常啊？好烦啊！还飞得好好的。哦，没有，他没有飞得好好的，他出来就不好了，他晃了。哦，看到了，他晃了，可以抓了。干！嗯，你别过来。完美的绕过，嗯，是要把它闪下来的意思吗？干杀掉了，好、哦yeah, 这种。哇，好难打哦，而且不知道什么，感觉效能吃超大的。什么去把那个？光亮关小一点之类的。打哈欠了，哪个猎人打哈欠？嗯，冰雨两个人是早上起来工作的打哈欠了。哦，算了，我没有很早了，是猎人别太晚。总会怪在猎龙身上，没有怪啊，太好玩了。就是称赞说，这个游戏太好玩了，真的。对面也进了，普通灭金龙，普通灭金龙啊！我的赚钱都是打灭金龙来的。新的，我还没有新的灭金龙。我说那个灭金龙的那个新的武器是要剑士才有吗？不知道，我还没打。要那个啊，剑士。对，要那个去。七等，用那个才有，要巨魔七等的样子，任意一个七等吗？好像，因为他是那个啊，好像几等之后就是开地图里面秘境龙就乱出来乱路啦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还不知道。那个功课还没做很多，哦，到现在才到四星，
可以啊，后面就是突然崩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崩起来是这样，等就突然很突然上来了、啊。像以前不是卡十四，然后就算崩上去那样吗？对啊。童年暴鲤龙，童年暴鲤龙，那打雷二了，打雷，哦雷二，雷二，什么什么像雷光二还是打雷二？暴徒大将，恐暴，啊，我们去欺负雷二喽。雷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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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狼。就那个现在金火银火玉狼那个现在都是有的吗？要巨魔再高，所以是已经有在里面的。嗯，我们现在还就是飞雷龙那是我要。就是要找到飞雷那个飞雷种的那个啊，打斗痕迹，好像六吧，金火好像是六。我想说，应该已经在这个 DLC 里面，没有像那个还要再更新之类的。哦，已经在里面了、啊。这你们这次可以直接进吗？还是？嗯，我开了。好。先试试，我们现在会有低几率遇到。我们五等就有低几率遇到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要高几率的话，要到100等，就 MR 100。哼。做一个监视的任务，才会有那个巨魔升到等级七。哦。竞技场奖励。有经济成长力，一个套装，那就是竞技场的黑带头盔那些。先吃饭好了。可以欧叔来吃。